叫苏海巴，我今年七岁半了。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乌鲁木齐。你来自乌鲁木齐？我在乌鲁木齐有很多好朋友。你跟麦提也是来自于乌鲁木齐。来吧，我们认识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来自乌鲁木齐 Reading Game T Top 天团，我叫孤立自巴，今年十一岁。哦，十一岁，你呢？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乃菲莎，我今年十一岁。你们这是一个团队，就你们三个人吗？我们班一共我们俱乐部有很多人，这次来了七个。啊，这次就来了七个。大约年龄是几岁到几岁，宝贝？基本就是七到十二岁。哇，真棒！你们，我能问一下你们每个人有什么特长吗？跳动作的时候，我的声音大，他的脚很有力。哦，他的脚很有力。对，我看看你能出多大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自己先来一个，好不好？这个小马蹄儿跑远了，你好棒啊！人小但是脚很有力。你的特长是什么，好孩子？老师每次教我们新动作的时候，我非常快的记下来。哦，你非常快的记下来，你记性特别好。哦，这个很难得哦。你呢？我就是我脚的交换的位置很好。哦，脚步的交换位置很好。那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？孩子，你介意让我看看你们的鞋吗？可以吗？哦，这是铁吗？不是。这是什么？是玻璃钢。哦，这是玻璃钢啊！天哪，前面和后面都粘了一块玻璃钢，这样它击打地面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很清脆的声音。你能告诉我这个鞋有多重吗？这重吗？就是重。那练的话会不会磨脚？我们脚上都磨出过水泡，尤其有这种脚尖站立的动作。这不是跟芭蕾一样吗？对。但是芭蕾前面有一块那个平的东西嘛，它就可以站起来。但你这个上面没有啊？哦，也有，但是面积好小。你看，给一个特写。哦，原来这是用这么小的一块地方，你看。每个就可以垫起来，又比如它会用在什么舞蹈动作里面呢？哦，我觉得学艺术无论是哪个门类都真的非常的辛苦，甚至要经过很痛苦的一个过程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孩子们训练的时候是怎么样的。什么？就是生气了。他生气了。你们老师好凶啊！我们老师是史上最严厉的老师。史上最严厉的吗？真的，我看看什么样严厉的老师能够带出那么棒的学生。来，让我们有请史上最严厉的老师。哇，老师好！老师好！老师好帅呀！欢迎你，来来来，孩子们坐中间。你知道你出来之前孩子们怎么介绍你吗？肯
定说很凶吧。你谁说的？我说的。没有，只是在上课的时候。只是在上课的时候是吗？来，老师跟我们认识一下，您叫？我叫玉素普江，很高兴来到这里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能偷偷问一句吗？孩子们，你们谁最怕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最怕老师？有没有被他骂哭过？他没有，你哭过吗？哭过，为什么哭？就他的优点是比较学动作比较慢，可是他一旦学会了，是你刚才看到他跳得很棒，非常棒。然后他有时候在班里面，我说你记住没有？尴尬。你记住没有？一直会这样。那叫萌，那叫萌。老师真的是挺严厉的。对对对。老师今天没有穿舞鞋，是不打算在我们面前跳一段吗？跳一段吗？你那么一说，我好想看到老师的舞步，想不想？我好想。起来好帅，是不是？是。我们也想成为像老师这样棒棒的舞者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吃再多苦，脚上磨出再多的血泡，我们也忍着。今天。